好听。送一条吴宗宪。欢迎收看《天才答不答》。掌声鼓励。那么看到我们今天穿这个衣服，会想到什么呢？国庆日。哎呦，国旗装有没有？青天白日满地红。青天白日满地红。你啊，赶快来介绍我们几位来宾，好不好？这几个我们如果自己聊天的话，他们一直会插话。不能不介绍。所以要介绍出来，大家一起聊，好不好？洪德拉斯。宪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谢谢。其实没有说会聊天，就我一个人而已啦。没有没有，你不要把他们拖下水的。你是我们节目的招财猫，我们播出以来最高收视率就是你来那一集。没有没有，对，都是台哥他们的，台哥跟没有没有，主要是你，他们是搭配的而已。对对。哎呦，哎呦，你还说对呀？哦，林丽飞小姐，特别是我们阿布，哎，你厉害了，再来是我们可爱的积极。没有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新的单元来到了，是这个带状节目呢，要经常改变，所以节目久了就老态，老了就疲态，疲了就会淘汰，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综艺节目的三态，好吧？对，那你的三态，大一态、二一态、三一态，对，有一直有三态，但是我们这边大家特别注意了，经常改变节目的内容，观众才有新鲜感，是吧？加油！第一道题目叫做什么？说到就到。厉害了，各位。那由怡佩这边来出题。是。那他的题目呢是相反的，比如说裤脱。脱裤。对啊，你上来就把裤子脱。当然了，当然一定要。对啊，你反正你 OK 的啊。没有穿裤子啦。没有穿裤子，加油了，丁字裤也可以加两分。洪多斯是第一棒，预备，开始。说到做到。啊，题目到位就知道。封山。山峰。尖耸。耸肩。笑狂。狂笑狂。狼堂。螳螂。偷小。小偷。嘴扁。扁嘴。菜炒。炒菜。富婆。泼妇，气叹，叹气，气喷，喷气，门开，开门，蟹皮头，头皮屑，水口流，流口水，是油渍，草泥，是油渍，是油渍，当然是错，是油渍，是油渍。我要跟着念，同时把答案讲出来，做动作出来，是由字，自由是，好，好吧，好，还是从丽飞开始，加油了，丑一了 ，1 2 3 go， 说到做到，啊，题目到位来就知道，照气养，氧气罩，五代彩，彩带五，宰吉阿，阿吉仔，人人爱。宰宰吉阿，宰吉阿，我跟你讲，我也有点听不懂。我跟你讲，不是我的问题。他也是昂吉仔，宰吉阿吉仔，宰吉宰吉阿，哎，好不好？阿吉啦，好，好，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错，好好好。来冲，没有啦，没有啦。哎呀，别啊！我们这边也会投一啊，对不对？换我们当主持人。OK， 好，一本一样是积极这边，一本开始。说到做到，啊，题目到位就知道。剑吞吞剑，黑摸摸黑，昏球。昏球。是不是？好了，淘汰。上去上去上去，到上面去，你已经淘汰。真的成熟了，他不跟我们一般见识哎。好，那已经提前有人毕业了，就等于他是得零分了。不过也再次证明林丽君小姐很少上综艺。好，加油了，各位，一北边，从阿布开始，一边出题。啊，说到就到。凶袭，袭凶，炮拉，拉炮，雨小，哎，拉炮。
怎么没有看是这样轮的？洪哥有多想答题？真的是我错吗？啊，他死掉了，不是？他死掉怎么会把骨呢？一定要从这边再过来。过来啊！啊 ，one， 一开始啊 ，two， 啊 ，one two three four。我把从我开始。说到就到，题目打过来就知道。洞蛙挖洞，子鸭挖子，花椒浇花。你刚刚是什么？那是做兵的鸭子啊！我跟你讲，鸭子不能做兵吗？他那个动作根本没做完全。只要鸭子，鸭子没有，你以为是你的面前有个纸对不对？啊，你在鸭子对不对？没有，那是鸭子中风，真的，真的，真的。我们家鸭子还吐舌头。我刚开路前才在讲按摩，他问我哪里纸啊？我跟你讲哦，三次都是你出问题，我原谅你一次，好不好？说到就到。鸡耳，耳鸡，反响，响反，响反，响反，反响，反响啊，响反，响反呐，对啊，反响，响反很清楚啊，我都听得很清楚，来了，怎么会不清楚？这有问题吧？反响，哎呦厉害了，琪琪现在目前是连一个傻都没有啊，连傻连傻啊，那由响反兄先来了，好 ，one two three go， 说到做到。血捐，捐血，私堂管费，对不起。你的打雷，你的打雷，你的打雷，你有阿弟，我有阿弟。你念念看，念念看，你当我是死人呐？两傻了，要拖也不给你拖。应该有两傻。先看一下能不能拖，我看看，是这么难吗？啊，斯瓦扛。斯瓦坎是哪一国的话？是啊，斯瓦坎。你是哪一国？斯瓦坎。斯瓦坎。斯瓦坎。坎瓦斯嘛。不是，宪哥，你刚刚斯瓦坎坎瓦斯，你是广东人啊？我是原住民坎瓦斯的吗？是不是很难念？好了，我也查一查啊。One, two, three, go。说到做到，一倒过来就知道。帽全安，安全帽。冰箱开，开冰箱。不是他在之前说干你干你干你干我干我干我，你是开香槟吧？对，对不起啊，我们已经原谅你太多次了啊。第三名已经产生了，各位，马上就是我们冠军要出现了。其实刚刚继续逃过一劫，他们要站在中间，对啊。好，一比比 ，one two three four， 说到做到，题目倒过来就知道。继续，身健健身，刀磨磨刀。架打打架，有梦好累，某某有吗？有有一个伞，有一个伞东人出现了。你刚那个答案是什么？梦游，梦游梦梦游，游梦梦游。哦，是梦游。I'm sorry， 就是游梦了。所以我们的第二名是我们的阿布，冠军是我们的 Gigi。好，加油了，明星要上机了，好厉害了！他们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做一个解释，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要翻唱？你为什么？为什么？我台语是翻唱，很棒，对不对？对。我的歌里面啊，我最有资格做这个单元。对。大家不要再跟我抢了。我以前有一首歌在内地非常走红，《你既然无你的城市》，这是闽南语歌曲嘛？对。然后他把它翻成国语。亲爱的，不要离开我，就这样。哇，好听哦！我翻唱的还更好听哦。我以为是直接翻过来。对，那应该是在这个没有你的城市里，也可以，好吧？音乐是不分国界。请准备了第一道题目，知道的就要啊，接着翻唱下去了。好，听到哨音。啊，干冰响起，干冰就代表你是错了，好不好？答对的话可得一题2000分，请出第一题。好紧张，好紧张。哦，什么歌？自由。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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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跟你。拍开一罐红色的酒，看着今年想来想去，敢讲咱拢想袂
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接唱，到底谁会写作作业？太难了！丽飞的闽南语不行啊！不会 ，OK， 我试试看讲一次。你用念的，我看看能不能。到底谁会讲再见？我知影，我一定会考。我知影，我一定会考。你咧试的时阵，你就。赵伟新，赵伟新啊，哎呀，你这个根本就挂掉了。阿布，请接唱。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目屎滴落来，你总从来不捌看过。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句句莫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唔通等来你已经自由啦，我嘛已经自由啦。先跟你看人说，他都没说满意呢。你这个是鬼片情节。等来，你已经做鬼呀，你已经做鬼呀，糟糕了！我讲得很标准呢。他这样不公平呢，因为他们两个根本都不会讲闽南语，那怎么办呢？差很多。好了，下一首他有点慢一点了，慢一点了，好不好？这个慢慢的歌啊，好像不容易错。对，有点欺负他们啊，像我好不好？闽南语这么好，来一首慢歌。这个歌一般来讲唱的时候都会跳芭蕾啊。哎呦！什么？摩巴波亚嘎西 ，music。来，错乱爱情算甘甜，五种气味哟。那听一句我爱你，满面是红滋滋。国语。尤其是小姑娘，心里是真欢喜，表面上她哥家真神气哟。啊啊啊！哎哎哎哎哎！哦哦哦哦哦哦！芭比波，我算你对，好不好？你说那个表面上他隔甲，这什么叫隔甲？假假假假，假装啊，装作，表面上装作他真生气哦。你们可以就是不要按照字面上要把意思讲出来。当然啦，那你开始节目的时候就要讲清楚啦。那红哥，那你隔甲谁听得懂？装作对不对？你会听到国语人呢？哎，你卖隔甲喽？有人知道吗？你不要再装了，表面上装作真生气。哦，那我就懂了，懂了。安仔啊，这一次算你对了哈。啊，算你对，算你对了啊。One two 啊 ，One two three four， 错乱爱情算甘甜，五种气味哟。丽飞，若听一句我爱你，坟墓也敢去。哦，不错。离乱的人真趣味。看透彼面哟，爱情烈到像火箭，烧滚滚一直去。不管是下雨天，或者是台风天，尤其是越做谈情说爱哟，啊啊啊，咦咦咦，会把比波。讲免的人有勇气，唔惊一切哟。不管是半夜还是半夜，墓人也敢去，坟墓也敢。三更还是半夜，三更也半明，就是半夜还是半夜啊？三更也半夜，不管是半夜或是半夜啊。无论是三更或半夜，没有你要说三更。三更就是半夜啊。三更或午夜。如果你们把它这个改成什么？无论三更夜半夜，然后蒙阿波改成夜总会，夜总会啊，夜总会夜干区，对，夜干区，好，可以啊。那么目前分数给大家看一下，几分？哎，算一下。目前红哥8000分，哇，怎么那么高？丽飞2000分，哦，阿布最高11000分，君君10000分，好，可能。各位，
接着下来就是抢答题了。我唱完一段之后，你如果觉得你会答的话，你就赶快按，好不好？答对就是5000分。Music。夜熬。哦。大家都会唱啊。无期的单拿到。吹不能加但又好我要让你可以唱一下我的陪你十点以后听说少年的时候你有我高请抢答琪琪琪琪那就是你了啊从后面接上来了啊吃好吃坏不计较怨天怨地也不会哦不错不错你的手我会把你牵紧紧因为我是你的另一半哦不错另一半没错没有啦 算你对啦我吹哨子是因为唱的真难听这个真的是我本来就不会唱也不对恭喜答对耶哎呦上就是5000分了哦已经对了一半了 Music 我将青春嫁在恁家我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人情世事也已经看透透注意了有什么人比你比较重要请抢答哎，想怎么都没人抢到，想到红哥一定没问题。哎呦，哎，那这个对你太简单了，直接唱了啊。谁人比你较重要？我的一生奉献给你家，才知道幸福是吵吵闹闹。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到，我会请你行走。这什么啦？因为我会舍不得放你为我流眼泪。不用了啦！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唱的不错。但是你那个意义没有到位，对啊，没有吧？这个我会，我会，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讲一讲走的时候，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与妻诀别书？对，这个意思是抄里面。对，如果说有一天要死，我倒希望你先死。让你先死。然后他老婆还很生气，后来才知道说你死了，你所有死分离的痛苦我来接受。真的。哎，所以他这里，对他这里面，你先走啊。单台。等到离开的时候一到，我会让你先死。新歌可是这听起来好像不太优，好像不受人家欢迎。对啊，让你先死。好了好了，我会让你先进棺材啊，这样不要委婉。不用那么明确了啊，恭喜获得5000分。好了，下一道题目，好 ，Music Go。不来，来了你又不嗨，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你就埋头吃饭，请抢答。哦，红哥你会吗？哎，真的吗？你不会，这很难呢。终结孤单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歌。对，我们年轻人对不对？不是我们年轻人吗？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你就埋头吃饭，拜你。卡住你的孤单，只是你的习惯。他唱哪一首啊？一直把你家己关起来，实在足不应该。哦，厉害！心情好，心情歹，安怎开始要安怎？你有话要说，我就规条唱完就对了。好，我来分担。过关，恭喜！看一下，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 太阳依然灿烂，嘿，你就继续转，
will be fine， 有我的朋友陪伴，你再也不孤单。抢答！我们姑娘让她唱一下，大家不会唱。吉吉不会啦。哎呦，你哪有？吉吉。你要是答对的话，好不好？你就超越，你就总冠军了。哎，有人叫林丽飞小姐有来吗？有。我没在听。你根本是来啊？这想法吗？看得出好认真。哎啊！有哎，有好几个镜头。这个歌有听过吗？有啊，但是台语太难了。试试看吧。好难哦。那接着下来，吉吉要接唱了啊。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难免也会失败，人生虽然像一场比赛，还是要保持乐观。乐观，我那是笑的。把头抬起来，我只要完美的比喻。什么啦？嗨不嗨？同样嗨。厉害啊！厉害啊！你要多背几次啊？乱唱！哎呀哎呀，都训炮了，有没有看到？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资格挑战已经出来了，最高分就是我们洪都拉斯，众望所归啊！你也看，好像到第一单元就已经放弃了。有三个都不会讲台语的，对呀，好像会我。阿布是人家因为没抢到，要不然阿布应该会唱，对不对？阿布唱也会啦，我会啦。给腰给阿布唱一下，来腰给腰给腰，好好好，没有这。无期的啦啦啦，最无人甲咱一下，我会陪你。这点医疗，医疗。呀，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我晓。请接唱。吃得好不好，不会计较。对嘛？哦，对哦。好好很多了。怨天尤人，也不会。他有李宗盛的感觉。你的手，我会把你握紧紧，因为我是你的。另一半，对嘛？好厉害！所以有没有？所以这个才是啊，真的让我们会觉得说心服口服。对啊，奖金给的爽快嘛。对啊。你挑一首刚会唱的有哪一首？我不，他一定会的啦。会，我整条都会唱。会，我会。唱的好好笑。他说他会，他说他会。OK， 没有错。整条都会。初恋爱情算甘甜，五种气味哟。若听一句我爱你，满面是红滋滋。接唱，尤其是小姑娘，心里只是幻想。会把臂，会。听得好痛苦哟。所以我是演员啊，原来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照妖镜，他不止唱歌有问题，他节拍也有问题，他打拍子是用腰，他自己还生气的，自己说哦会八度，自己还记得，他的打拍子是用腰部在打，对啊，好难看，出不了拍子，你至少有一个节奏，对啊，跟头，好好加油了，好不好？马上来看看十万元的挑战赛。十万挑战赛，十五个宝箱内装着金额等总计十万元的奖金。参赛者若成功答对五道题目，即可全数带回家。只要有题目答错，就会被没收宝箱。到底你能带走多少奖金呢？马上进行十万挑战赛。好了，那么爆出了一个冷门，什么红都拉斯？是众望所归吗？没有没有，制作人说这个单元就是为我设计的，应该有三个都不会讲台语的。对呀，十万元挑战赛，这里面呢总共有十五只箱子，十五只，它总和加起来呢就是十万，有五万，最少的有两块。哎，对，两块，你只要答错了，你就必须还给我箱子。你可以自己来选，答第一题答错还一个，第二题答错还两个，第三题答错还三个，依此类推，五题都答错，你还我十五个啊！第一道题目，请出题。
平常我们吃的罐装洋芋片为什么要做成弧形 ？A. 好入味。B. 比较好看。C. 好堆叠。像是哦。D. 可保存较久。哦，刚刚答题都不会的丽飞要提供你答案，你看他一下，你看他一下，他说 C。丽飞，好，丽飞，好堆叠。你们都可以开口给他提示。我觉得是好入味吧。他这个没有，我觉得可以保存比较久。比较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让它好保存。没有，有什么好？为什么？怎么会叠起来？都放一样的。而且它就是那种波浪形状的。它比较好叠。没，它说罐装就是那个一桶一桶。你会相信他们两个吗？你会相信他们两个？一桶一桶。好，你讲。相信自己，我跟你讲哈，我已经知道第一题你们要还我们一个箱子，十个人四种答案你们啊，因为罐装的，一般的话可能就是，可是你一片一片也很好堆啊，没有，它这样比较不容易碎掉，哦，比较好倒，没关系啊，我们先试水温，规则，试水温，所以你要相信他们，是不是代赛？你确定你要相信他们吗？我不是确定，下堆叠啦，我是犹豫不决，好堆叠，西在哪里？在这里，你瞎了？西西不在那里，难道在这里？西底家，西底家，西底家，哦，确定了啊？还好，一起来看是否正解。一定是啦。果然是好堆，是弧形的。来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罐子里面的时候，因为如果你放一片一片是直的，其实这样不好拿。哦，对。对啊，你拿的时候有可能会把它弄，然后就碎掉。哦。所以如果是弧形，这样其实你拿的时候也比较好。哦。而且这弧形会不会这样装的数量比较没有那么多？有没有？应该还好啦。对，空间应该比较大吧。通通放一片一片的话，这样太成本太高了哦，所以把它稍微做这个有弧形的好堆叠，是好堆叠，对了。第二道题目，请出题。天气冷时为什么容易产生鸡皮疙瘩 ？A. 减少散热。B. 减少水分流失。会不会是它属鸡呀 ？C. 缓和紧张。D. 体温散失太快。哦，哎呦，有答案哦！我暗示你一下，我觉得是警察。男生有些时候尿尿完也会起鸡皮疙瘩。那个不是啦，那是加仑醇啊。加仑醇是加仑醇，看一下。你手一定要放那里吗？不是吗？我是把示范，我是做一个完整的。那个不会起鸡皮疙瘩。加仑醇，那有没有看到可怕的东西？鬼一出来，也鸡皮疙瘩。哎，可是我们如果是在演唱会听到宪哥唱很好听的歌，我们也会起鸡皮疙瘩。哦，好会讲，你怎么那么会讲？讲话这样，那你们透露点讯息。他到53场而已，真的吗？下来看。三大男高音啊，有答案吗？丽飞，你怎么那么厉害？他很奇怪哦。我猜是 D。哦。是，等一下，这个有两个箱子哦。什么东西？这个拿错要给他两个箱子。靠啊，反正不是他箱子，我是我的。好 ，D 有可能。体温散失太快，热胀冷缩嘛。热没了，冷就缩这样。哦，冷会揪起来，揪起来，揪起来，嘿，减少水分流失。其实我如果是正常，我会选 C 的。那你不正常，缓和紧张。怎么会？冷为什么要紧张？对啊，紧张。还是 A 啊？会不会有可能是 A 啊？风吹过去。B 啊，减少散热也有可能啊。我们就听一下两位美女的意见。体温散失太快了。好的，体温散失太快，一起来看正确解答。来，是吧？是吗？反正才两个箱子而已啊。哎。说会不会是 A 嘞？啊，原来还有加，原来我们起鸡皮疙瘩的时候是减少散热。对，因为其实是冷的时候，然后你就会传导给大脑说哇，就滚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汗毛竖直之后，其实皮肤表面就变得比较紧了。哦，所以紧的话，这个热气就不会跑出去了。哦，是阿内哦。对，那达伦是你像你拍那个后背上空的皮肤会起鸡皮疙瘩吗？好了，恭喜答错了，你要选两个箱子给我们，在我们旁边有黑白无常，他们两位会八号八号啊，不是黑白天使，八号是摆在正中央的，怎么可能？按照我们的习性哦，四号跟14号不能用，但是他知道你就是老人家，所以八号一定不会是4号跟几号？14。
太厉害了！开玩笑，我们什么关系？对不对？好，对呀、啊。还我们两个箱子，拿两个。这个节目不可能说出四号是10000块。他们一定会反向思考。几号？对、啊。好，8号。八号，来，把8号拿下来。八跟什么？第二个8号，第二个箱子。我还是觉得14号不是很优。好、啊，那就14啊。那你就选14啊。但是西洋人觉得13不好。七也不好。好了，13号，13场，好，2块，13什么？二，500，还好啦。哎呦，中间的，中间的呢？500还好啦。知道了啊，五万就好了，只要是万就好，千万不要。8号是你刚第一个选的嘛？该不会5万？90场，好吧。哦。1、2、3，打开。我就说不要选八，跟500，有没有？500就500，姿势随你摆。啊，5万就5万，小费不用算。我没有说选八，我说不要选四。好了，目前呢这个去了5万5。没有说选八，我说不要选。55000块，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人拉到外面去？没关系，你就先通告费就给他，让他先走了，好不好？你还有49500呢。对呀，还蛮多的啦 ，OK 啦。好，各位请看第三题，来。请问苍蝇为什么会搓脚？啊 ，A， 吃东西，脚痒啊。B， 产卵。啊 ，C， 留下记号。D， 清除味道。清除味道。哎，这个答案怎么有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以为是说，嘿嘿，你完了。清除味道。搓脚。因为蟑螂吃很多脏脏的，不是蟑螂，是苍蝇啊！苍蝇，我怎么跟你一对啊？苍蝇，蟑螂跟苍蝇的狗。好，你的答案，所以是产卵。苍蝇是什么？产卵哦。苍蝇就是 fly， 呼吸。fly 吧，雨神。我觉得是产卵哎。搓脚啊，有可能是产卵。对呀，每次都在搓哎。清除味道啦，住还是留下记号？吃东西了，你都讲完了，还是吃东西？我没有讲，吃东西不可能吃东西的，吃完要洗手了吗？不搓一搓，吃完要洗手。我觉得你不要再听阿布的了，对，很酸。到底是哪一个呢？清除味道，留下记号也有可能啊。留下记号这一块我吃过，你不要来吃。留下记号，只有这个能够说服我。2、1，请选择。2、1。答错要还3个哦，但也有可能是清除味道，没有他为什么要清除味道？他本来就喜欢臭的东西，对啊，干嘛清？对啊，不是，但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臭，只是他喜欢吃那个。你们这三姑六婆的，他们自己还给完答案，自己再推到后头，否认掉，我觉得应该是，所以你的答案是剪刀石头，选定你手，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不可靠。产卵，一起来看看是否正确解答。你看吧，你看吧，这个也不对啊！你这是不听我讲的，哇，你这个人真的是哦，这个也太难了。我就跟你讲，他不喜欢臭。对啊，不过哎，为什么？为什么苍蝇本来就是吃大便的啊？味道呢？不是因为苍蝇的那个味觉的接收器就是在脚，所以先搓搓脚，把上一个味道先洗掉。那这一坨的大便吃完之后，吃出另外一坨大便，不是一样吃完一道菜要喝的？啊，每个人都大出来都不一样味道啊！要过水就对了，就跟法国料理一样，当中要吃一点冰沙。对啊。好，还我们3个。哇，我的天哪！头尾对啊，反正14啦。目前奖金还49500。我帮你选好了。我觉得中间那49500有5号，几号？8号是5万，你知道吗？因为对8号放中间的话，那旁边两个一定是一定是烂的。变了，很难讲哦。几号？好，14、14。红哥，你们不要听他们的啦，反正4号，我觉得是4号，好不好？再好也没有5万啊。对不对？那还有3万，还有3万，四号，你怎么可以这么消极啦？怎么？我被你们搞得会很悲观的。各位，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3000元？怎么可能3000元？3万，300。怎么会知道3000？前面他都知道了，不是、啊？我手里有答案呢、啊。对，我知道。对啊，问题是不是啊？还有2个，你就把答案告诉我了。我要 make sure 说跟我写的有没有一样啊？你要第二个箱子，去头尾，去头尾。红哥，你还有2个要选。2个，我怎么选不到2万呢？9号，你刚好这样连线啊。啊，9号，去头尾了。5万的旁边，我们来看9号是不是3万元？没底。Oh no！ 14号，不是，你已经抢了9号。你都已经这样，你这朋友做成这样子的，我再不那个怎么可以？对啊，不是啊，
你都已经讲三万了，我怎么好意思呢？对不对？那个要还我们嘛，九号，你这样九号三万块这样不行，经营那么困难，赚那么多，我现在对不对？不是不是，你这个三万一定要给人家看，要不要啦？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九号一定是三万，真的吗？真的真的，不要给他看的啊，这个就留着了哈，对，这个就留着。你这个白痴，为什么这样子？哪有每次我都讲真的，所以不是我们的问题嘛，对不对？是好，等等等，七号，因为五万旁边不是两块就是三块，帮我换个七号，拜托拜托。真的真的真的，我知道制作单位的心态了。好，七号，小白，一定要这个三万吗？就这个了哦，打开，一定要这个一万的吗？一、二、三，哦，三百还好啦，送了送了，再一只。还有一只啊，好利嘎仔，对啊，斜线过去的话应该是十四号，干嘛？他在玩 bingo 啊，对，十四号，确定吗？为什么这个吗？哎，十四号，这有可能是一万呢，为什么不选上面呢？十四号如果是一万的话，我给你，好啊，好，一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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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啊？是一人一万还是三个人分？就是一人一万啊，好，谢谢，一二三。哎呀，千块，还一个，三万的还有啊，不错了，45,200元，请看下一道题目，来。我们为什么将不聪明的人称为傻瓜，而不是傻豆、傻菜呢？为什么都这么难的题目啊？瓜果类难照顾。B， 和地名有关。C， 傻人的名字。D。一种植物的称呼，和地名有关，傻人的名字怎么会跟地名有关呢？你讲一个傻豆，我不知道。请选择，我觉得要反向思考，我觉得是和地名有关。红哥，这个是四个箱子哦，那也有可能是一种植物的称呼哦。什么植物叫傻瓜？还是说从前有一个人叫阿瓜？就可能在古时候啊，那个人的工作就是傻瓜。没有没有没有，根据那个古书。以前有那阿拜官野史没有这样的记载，好不好？瓜果类难照顾。我觉得是，一、二、三。哇塞，你们每个人都押不同答案。好，一起来看看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 请揭晓。真的是跟地名有关的，答错。没有蒙到，我们觉得是啊，我们一开始就跟吃的东西有关。好，解释一下，在古代的时候，甘肃敦煌那边有一个地名叫做瓜州，然后那个地方的人民啊，就是很勤奋，然后苦干实干，然后做什么都任劳任怨，所以就被人家当成是傻子。所以后来以后人家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个村子也就叫傻瓜傻瓜。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哇天哪！真的有听过这个？好像你真的很懂。真的，你有听过？对呀，而且你们都不知道丽飞就是甘肃人。对啊，四个箱子哪四个？哎，九号。好了，九号算你一个啦。是朋友啊，算一个，九号算一个，再三个。给你选一个好不好？好啦。你既然是好朋友。一十五。我选一个啦，再选三个。几号？一号。一号拿过来。再来吗 ？Oh no！ 我看到倒影啊！不错，这一局还不错，运气很好哎。好 ，OK。一号旁边二号一定是大奖。再两个，再两个，十号，十号，十号跟十五。阿布选一个。阿布是赛人。他今天太闲了，给他一点时间。确定吗？十五号，给你一个机会而已啊，因为剩下就十五号，绝对是小。二三，100块！我就知道那一排不会有大奖的，六号也不是大奖，不错。最后一个什么5块30块？七号、十五号、10,000块。阿布是不是朋友？二三，运气好好哎。那最后一题，45,000，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那么是可以还五个了。万一答错，就是要扣掉五个箱子了啊！还会剩一个。目前还有45,085元。一起来看看最后一道题目，来。还有六个箱子，真活题啊！请问大象洗完澡后为什么要回到泥巴地中打滚？A， 散热较快。B， 求偶时的动作。C。用气味宣示地盘。D， 防止蚊虫叮咬。嗯，哎 ，C 还是 D 呀？散热，洗完澡了还要散热，它皮那么厚了，蚊子还会叮得下去啊？
就怪了，这个大象。它皮那么厚，来可能对不对？用气味。哎呦，这一题的答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哦。象群里面会有一个主要的那个 leader， 龙头，对，会有龙头。小象尽量不要靠近它。那就是哦，这是我给你一点小小的提示。是吗？象是母系社会，嗯，象群的 leader 是母的，对，领头的母象，然后他永远知道说哪里的水草已经长起来，他闻气味，然后就带大家，他一走，大家全部都跟着走了，对。现在只有西是有可能的。好，没关系啊，你还有一个箱子，我答错的话，我没有答，答错要还五个。我要看你的眼神有没有充满了，哎呦，他怎么猜对？哎呦，对，那我就西。好，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用气味宣示地盘。我跟你讲哈，这个朋友，我跟你讲，你在路上，如果看到他的话，帮我点他一下。因为我刚问他什么，他跟我说是 A 啦，没有。是因为在那种非洲的热带地区啊，有很多是那种口气，就是那种蜇人的地方很厉害的蚊子或昆虫。所以说他的那个，所以他们专挑，不是他们专挑大象或是犀牛那种有皱褶的，他们就可以躲到那个皱褶里面一直吸他们的血。而且他们没办法抓痒。对，所以大象跟犀牛在洗完澡的时候就赶快去泥巴打滚，把那个泥巴。那个粘在那个皱褶上面，所以蚊子就不会叮它了。那它在泥巴里面滚一滚之后，它是不是要被洗澡？没关系，反正就是脏脏的。怪了，动物脏脏的没关系嘛。那它干嘛没事洗什么澡啊？啊，洗澡是为了散热啊。散热啊，它不喜欢玩水啊。对，各位，我跟你讲啊，要再扣掉五个，对不对？不如这样好了，你选一个，我要你直接选一个你要的。我觉得是三号哎。也就这样了，选一个要的啦。这个节目的制作方式你知道吗？八号五万。两块、三块、六块，这个有可能三万吗？有可能，有可能，哦，有，还有，所以那个有看到没有？那个毛毛笑多大声啊！他说我上当了。所以你要这个吗？没有，我是故意开玩笑的。给我两条腿。啊？确定吗？你要？先看别人。没有，因为宪哥会有点提示，他不可能一下打开。做节目没有人这样做的。你这样打开，训掉了。哎，对。哎，要不要换？哎呦！啊！我的天哪！不要！但宪哥刚刚也骗你啊！突然间颜面神经麻痹。你看，是你的奖金哦。这个是你的奖金哦。对。哎，会不会你猜到多少？剩下30块。还有30、50。我先看别的。1/6的。六号你不要的嘛？有一半的机会是大奖。六号，我跟你讲，六号就是啊！你刚刚是说六号有？我们的目标是三万，一万要干什么？哎，那等一下，塞牙缝的，那有可能拿到50啊？对啊，十一在六号下面的。各位，再开一个，看看。你听我说完。哎，都在第二排。我跟洪都拉斯的交情是不一样。35年呐。我选另外两只。有3万，你说的要负责任哦。你把你打开一个50，有30的。哦。不是借牌一下，真的吗？对，有阿拉伯的那个大户要来看。宪哥不会骗你。这三只呢，里面有30块。好坏哦，有3万块，有50块。还有一只是5000块，哎，很好，那不错，宪哥对你很好哎，35000还是11000？选定敌手，1、2、3，就不能动。他说有，我如果一直坚持这个11号会不会很怪？我选12啦，我选11，我选12。蛇已经被卷走了。我那什么事啊？没有我啊！一起挂票哎呢！是我选的。是我选的。等一下。好想通。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我想我回来。那我们思考一下。洪哥钟爱十一。你感应一下嘛，感应一下嘛。现在变成21、12哦。嗯。真的吗？里面这里。星海罗盘感应一下嘛。2，我压2。1，请选择。
坚持要那个，那一只是多少？我也忘记了，先看。一号，二。去掉最低了。三万。耶！开始叫我选十二号，你看到？哎哎哎！你这查烂新闻，你给他淘的。我觉得他就三万了啦。恭喜恭喜，洪都拉斯获得5000元奖金。各位，二号在这边，一二三，三万。好，厉害了，恭喜获得3万元的奖金，我们的冠军。不是5000啊，你说出来就是。5000，恭喜获得5000元的奖金，再次感谢他们。谢谢。一到礼拜四晚上10点，收看《天才答不答》。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